日前，国际防务网站《全球火力网》是出了最新的世界军力排名，前三甲依旧是雷打不变的美俄中，有几个国家的排名却出现了较大波动。例如，以色列的排名降至十六位，而另一个美国当下较为头疼的国家利加以色列，从上一年的二十位升至如今的十三位。这个国家是谁呢？当然就是跟美国矛盾日益尖锐的伊朗。 不过，全球火力网的军力排名考虑因素诸多，包括武器射程、自然资源、经济实力、地理规模、国防工业能力等等，不能单纯靠排名高低来断定两国的战力。可尽管如此，这个排名仍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如果说伊朗和美国近段时间嘴炮不断，那么伊朗和以色列的嘴炮战就是数十年间没怎么停止过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国关系恶化后，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便常年弥漫着不怎么友好的氛围，互相放过的狠话一度让外界以为两国马上就要展开一场恶战。那么，从军事水平上来说，两国究竟谁更胜一筹呢？伊朗国土面积近一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，人口数量超八千万，战略纵深和战争潜力。 要超过国土面积不足三万平方公里、人口数量仅八百多万的以色列，而伊朗自身的实力也是美国不敢轻易对其动武的一大原因。在海陆空三军武装方面，以色列的装甲力量要比伊朗强得多。伊朗海军的实力胜于以色列，且海岸线总长几乎是以色列的十倍。至于两国军机数量，则是半斤八两，相差不多。 都在五百多家，单从纸面资料来看，伊朗似乎更占优势。但以色列全民皆兵的战斗素质、更为先进的武器以及背后大国的支援，这些优势也足以让他成为一个战争强国。别看以色列和伊朗这么剑拔弩张，但真让他们动真格的，估计两国都有顾虑。毕竟双方的导弹库都不是吃素的。 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导弹武器库，现已手握“流星”系列、法塔赫负一百一十、110, Q I A M 幺、霍拉姆沙赫尔等多型中短程弹道导弹，导弹射程正随着伊朗军工技术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增长。这对战略纵深不大的以色列来说，就宛如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。不过，在导弹方面，以色列也不是吃素的。 它同样是中东地区最先进导弹武器库的拥有者之一。杰里科夫三弹道导弹的最大射程近五千千米，战略威慑力不容小觑。